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九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今天是16强战，也就是本赛的第二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现场画面。刚才那盘连笑对，范廷钰的呢，应该是连笑是，优势很大哦。接下来这盘呢，是打算给大家讲解的是杨鼎新和王新浩的对局。就是这两位。是的。这杨鼎新，好歹是昨天除了前这个等级分前四以外，能够晋级到第二轮的，他目前排名第五。李谢星科，辰李对星谢辰。柯，谢柯也是近来这个状态比较好的年轻棋手。这李星辰。对，杨凯文对李维清。这好像都是满脸痘痘吧，看起来，可能是不是训练太用功了，每天都对着电脑。现在李勋豪对阵彭丽瑶。最近李轩豪的状态也非常好，前对，不久刚刚升了9段。相当出色。是的。接下来这盘棋呢是由王新浩7段之黑对阵杨鼎新这个我只能说这个烂柯杯是不是咱们这个等级分前几名的都是滑铁卢？今天是。这个等级分排名第五的杨鼎新，这是第二轮，然后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坚持下去。王好，我新们来，浩好像是这个什么，了解一下，好像是他依靠这个18岁以下呀，等级分第一。他是05年出生的吗？还是04年？我也不知道，好像差不多我反感正，觉应该是，他年龄挺小的，之就前刚是。拿了新人王嘛，不对，是？那应该是18岁以下的这个等级分第一啊，进入到这个烂柯杯的，因为他烂柯杯要求还是挺高的，就是对，等级是分的，的要求，这个真够年轻的，我觉得，00后这是，那这么他，而且在第一轮还赢了，就是说他其实实力还是很强对，是的，是的，的，对，毫无疑问，他围甲当中下的是上海队，对，也是上海本土籍棋手吧，是，我记得是。肯定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啊，这个，对角，现在对角越来越多是吗？了，对角越来越多了，就是突然感觉又回到了最古老的时候，一个对角但确实现在特别多好像我印象中王新浩还下挺多的对焦，他还挺喜欢下反的。正最近就是我，因为我就是老在看棋网是上吧？看棋比较多，然后就感觉网上的那个对角特别多是下吗？的，点33。挡住，是不是觉得这个下平行星布局都已经没什么新鲜的下花麻样了？了，对对，下都麻已经在人家的了，预料之中了，所以下个对角的，下个不一样一点的。然后白棋小飞，黑棋顶了扳，在这儿。这个棋主要对面是白棋，这，对面那哥们是白棋，所以就不能下这个米氏飞刀了。要不然被蒸掉了，对对，争子不利。对，挂角，先挂一下，对，先下挂一线。下是有点含义吧，不能说是随便挂的。就是他这棋他挂完之后呢，他尝了尝这个，就是可能作为顶爷来说呢。他对于尝了尝这个下法，他是比较支持的，好像，是吗？就是他跟别人的理解还不太一样，反正我记得忘了是谁啊，就评论过一下，就是说这个杨鼎新啊，我们叫他鼎爷，就是说，在世界棋手当中，就是他是利用后势、外势和后卫就是最好的一个棋是，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他可以把后卫下的比较有意思。对，是的。所以他也愿意这样去下，
对，所以就像我肯定不白起，肯定我不这么走，就我宁愿帮他断，我也不可能就这么淡淡的这样长了长了、哦、是吧、嗯、但就是说他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说这个有意思呢，就是他本来就要长了长、嗯、那么他这先交换一下，等于他这个和你这个交换，黑棋你的发展潜力在这边，那我长了长之后顺势就把你的发展潜力给你破坏了、嗯嗯、如果我不挂这一下，我直接长了长，那么黑棋就比如说黑棋也脱先，比如说手脚是，那么你将来再挂，那我就尖顶了，也许我就不尖了、嗯、我也许我就尖顶了跳，也许我可能我就继续脱先走别的，对，走别的，你像你就飞压的话，其实我就爬，我顺势爬、嗯、比如说跳出来，对，爬了跳出来、嗯、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这步棋的价值就很小了，白棋没错，所以你再挂有可能就挂不到这个地方、嗯、哎，就是我可以不下，我要下我也不见得会尖起来，嗯，我能下别的啊，你可能挂你也挂不到，所以说他先挂一下，那你尖，那我们再走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感觉还是稍微是有一些含义在里边、嗯、啊，先交换一下，当然就是我的话我就挂完我也不会长了就是我挂完我也是脱先的嗯，对，杨景星对棋的理解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对、嗯、没错，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看他就人家一点三三、嗯、他就连扳把它吃掉，嗯，然后连扳了之后他特别喜欢飞一个，嗯，但是渐渐的就是走多了以后人家都知道他的套路，嗯，他那套好像就有点行不通了，有点缓了、啊、是吧，对对、嗯、他连扳掉然后再飞一个的招法、嗯、确实是比较注重势的下法，嗯嗯嗯，后来他就不这么下了，不这么下了，有点改变了，改了，嗯，对，反正是这样，主要是吧，你像我跟他下，他老这就是他走这么下，我其实作为黑棋来说，嗯，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觉得就他这样下很慢嘛、就所以感觉实力很多，嗯，但主要还是后面就掌握不好，就被他的这个外势，控制住了，嗯。然后他点，黑棋点三三了，继续点三三，是，白棋挡，爬一个，还是飞，还是依旧不能拖，还是得顶，这王兴浩年轻人应该还是比较喜欢实力的，从这两个三三就能看出来了，下成这样，下成这样之后，鼎爷说：“我虽然被评为最坏、最会用后势的人，对，是，但我也不能没有实力。所以他也点了一个、嗯，因为像这种两边都是被人家点掉，你也不知道应该挂哪边，所以干脆就点一个吧。对。对”同样是挡了飞，嗯，顶，然后搬一个，也同样是黑棋争自有利，嗯，但是王兴浩会长得长吗？你看王兴浩会长得长吗？显然不会，显然不会，嗯，拆一个，拆这个，嗯。还是比较好理解，就是你如果白棋走上面呢，我就走，我就长了长，你走这个呢，我就走上面，对，是的，嗯，那现在看看白棋是怎么选的呢，白棋走这边，走上面搬，哦，挡住，对，搬了断，这一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法，嗯，尤其现在还是争子有利，对，黑的基本上得吃这个，基本上得吃这个，他不能就是不能往这儿吃，不能往这儿吃，对对，吃的话如果走完了之后，对，这个是这样，嗯，就刚才的那盘我们也摆过，就是还是争子有利。嗯，目前这个子离得太远，所以黑棋也没法考虑长出来的问题。是，大概也就这样，但是这个子就被争掉了。对，嗯，被争掉的话，黑棋这里就太薄了。是的，这太薄了。嗯，如果搬的话，作战应该现在也不是很有利。嗯，这个白的可能就跳一个。这个情况下他不能打是吗？应该也能打，就是我觉得没，就是不打完主要我就想顶着，我所以我就跳也没毛病，是这个意思，对，就是我觉得我本来就想顶，那大概长走是或者长或者跳，反正就是我就尖一个，就只要这样的话白棋这里基本上活了，然后黑棋这两个子其实他也不太好动，这样的话黑棋应该是不是很满意的一个变化，嗯，所以现在基本上黑棋，白棋搬了断，这个局面应该黑棋就还是吃住。对，你最开始
白棋每点三三的时候，白的这样下，黑的也是吃，肯定也是吃。嗯，是的。嗯，他就吃完之后飞压这个，应该是提一下。提掉。嗯嗯。啊，我还以为他提掉了呢。啊，没有提是吧？嗯，结果发现他选的是直接飞压。啊，直接飞压。啊，这个子还在这儿呢。啊，直接飞压。单飞压，这王星浩下的还是很有想法。啊，保留这个，保留。保留了一下，嗯。啊，顶爷把这个打了。嗯，这个很巨大。对，巨大。我最喜欢的棋形，没有之一。打了粒粒。嗯，一般就人家比如说下一个这样的阵势，我就打了一粒，会不会特别愉快？特别愉快，将来没事贴起来，跟一块起来，特别愉快。嗯嗯。黑的打断，就是这个，就是黑棋要保留的目的。嗯。现在不行，现在白的不能提，打劫，黑的有劫，白的没有劫。对，粘上。对，嗯，还可以提掉跟他打劫的是吧？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最著名的一个棋形就是那个乔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搬了连班，搬了连班，就是很有可能形成，就像是这样，嗯，然后那个我提，然后你打上来，嗯，然后这个时候我先立一下，先立一下，对，我先立一下打的时候我先立，对，不过黑白反了，黑白反了。是这意思啊，就是我先立造个劫，然后开劫，开劫我要拐一个，然后白棋打上去的时候，正好拐一个找劫，对，这也挺狠的，就特别著名那个棋，就算是一个骗招了，就先立一下造劫，然后再开劫。我明白了，嗯，当然这个黑白反了，就是我们，当然你得看别的地方，有可能别的地方人家也有劫财，但正常就是一般都是开局这个时候，是的是啊，开局的话想要这么大的劫还是少，不容易，不容易，嗯。所以白棋没有提掉，这棋这样，白棋是接上的，长一个，拆三，嗯嗯，白棋逼过来算是这样，我感觉黑棋好像还行。还不错是吧？我感觉黑棋还不错，哎，我挺喜欢，就是不是挺喜欢吧？就感觉黑棋有棋走了，嗯，就是感觉黑棋如果就是布局，如果不成有棋走，嗯，我觉得就算成功了。就现在布局黑棋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就你所有的布局可能都在人家的意料之中，对，白棋都给你看过啊，就是你太难了。今天我来之前，嗯，我看一个发朋友圈，就是说是黑棋，就是也是看烂柯杯嘛，从上面排下来看野狐的一个截图。黑棋所有的布局一都是一区间嘛，都是三十多都降，就下一台都会降，就是黑棋是太难了。嗯，所以能下成这个就是说已经不错了，有棋下啊，嗯，对，所以白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提掉，既然黑的不提，提白的就有这个不走，把这个先提了，有心情提，嗯嗯，提了补一个，不知道这个当然也很诱人啊，也很巨大，打了一下去，白棋飞出来了，嗯，这个就是其实跟风格有关系，跟棋手风格有关系，嗯，就是我可能顶爷没人觉得没，我觉得白挺好。那只是我，就是我看棋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看不清，我感觉这个棋，白棋感觉看不清，就是没觉得白棋有什么好的。对，就是对看不清，因为这两块棋都在，然后这个子反正嗯啊，这个跟风格有关系，嗯。看来这棋下的还是要有一点独特之处。你想刚才打的时候，黑棋就直接飞压啊。单飞压的时候，那白棋可能就有点懵了，就哎，你这下怎么不提了？对对对，是吧？他给你留个断打在这儿，就问你一下，你补不补啊？是啊，你要是补了，那这手棋就是我的了。对，嗯，对，他这王星浩下的还是很有想法的。是的，飞了跳出来，嗯，黑棋小尖，小尖白棋。跳住吧，白棋。白棋是不是得硬一个呀？哦，他提了一个，哦，也算是间接的补棋。间接的硬住。嗯。啊。然后把这个尖住，是这样补的，他是。
这样补，哇，这样补真的好吗？这不是有点亏是吧？不是，这将来我关键我知道，嗯，我知道。跳了一家这个地方有点惨，这个木薯有点，对，又没木又没眼。眼对，就是真的便宜，就是、嗯、其实这样，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白的跳一个，嗯，我感觉就是这个题是在我手里边的，嗯，先起，我先不提，对，先搁着，我先搁着，不着急啊，好。如果你要把我提了呢，那我就虎。嗯啊，就这个地方，这个打拔对白气质其实还是有影响的。嗯、我感觉这个题虽然对这块棋很有帮助啊，嗯、但是打完如果接在这儿，这个地方跳一家的这个棋，不会让白的感觉到很难过吗？主要眼位实在损失太惨了，这个是的，嗯嗯，这个地方有没有点问题呢？不知道，好像看起来这个白棋这个后面实战的这个结构总是很不愉快。我觉得是有一点，不像现在这底下好歹能看到一只眼吧。就是感觉这样还挺厚的感觉。对，这个这儿有飞，这儿有粘，先手这基本上能活。对，啊，局部。这棋先把自己走的不活，不是什么好事。主要这个形状有点很不愉快，看着这个形状，嗯，感觉总是虎着下来。他在尖在这儿，他想出头，他是不是不太想被人家照进去？不太想被照进去。嗯嗯，果然人家直接就给他直接就走了，这太愉快了。不给你留这个不是任何补掉的机会。我觉得你肯定站黑棋这一边。我站黑棋这边，这、嗯、我觉得白棋这样下不是什么好事儿，看起来。哇，这个人家直接就，哦，太狠了，这个王静，没什么好商量的。白棋，这本来其实有一些木的，而且还有眼，基本上活了。嗯、现在木也没有，其实就得到了这个题。他这个跳是什么意思？人家冲断他呢？冲断他就长，他就顺势出头。哦，我感觉应该是啊，我确实啊。我以为他要怎么着了呢？我就顺势出头、嗯。对，他就是这个意思、我就弃掉一个子，然后我再拐吃。那白棋也挺难受。哎，你这将你要是你看你提还是粘，你粘将来再把我冲一下。假眼。你还是假眼。嗯。哎，然后这个时候我大概我再把这个藏起来。嗯、啊，这个棋王清浩下的非常的好。嗯、罩住。啊，罩住啊！那你看我这下棋柔软一些，长住一些。这人家这个告诉你，这棋我是下在这里的。现在的棋都是这样，就越下越狠了啊、哦！我有这种感觉，嗯，大家都往狠了下，反正白棋先靠他一下、嗯，要不然省得你待会有夹啊之类的。靠一下，冲出去吧，这得冲吧？对啊。冲，嗯，扳住，嗯，然后白棋断，啊，冲断，嗯，冲断，嗯，那黑棋这个要怎么收拾呢？长吗？长被人家拍吃在外面，对、也挺不愉快。就他这个是很行吗？行吗？先得给他打个问号。对，就是本来我是觉得我以为啊，这其实这样，我长，嗯，你这得你得连吧？对，这你得连吧？嗯，那我就跳，将来我走一走，我就慢慢的去这个侵蚀你，那、将来这个地方我再攻攻你，嗯，啊，他这期他走在这儿，就是给人家感觉不留余地，但是人家这现在冲断了，你现在也你这有打，这有打，嗯，你压住我袜针，这有断。这黑棋行不行？这是个疑问。嗯、哦，黑棋反击了，加一个，加个断，狠啊！这个棋确实下得狠。年轻人着棋，年轻人着棋。他要求先把白棋肯定要把你封进去，你如果不走的话。现在就是说，白棋如果想联络呢，嗯，你不好连，你走这儿被挖，那麻烦了。对你这个，你这样大吃粘上啊、哦，大吃粘上那怎么办呢？你要这连回来肯定不行啊、哦！你要冲的话，人家这个打完之后一粘，你还得做活，嗯，就太惨了。那白的要不就虎一个连，虎一个我就拐吃，你吃，我提掉。
你接住。那我再挡住你。对，再把这一挡。那白棋也没法看。这个还可以长。没法看。我觉得白棋也没法看。所以说现在白棋黑的一加，白棋上面就不能动了。嗯，是的。白棋就不能动了。是。白棋实战是反击吃这个。长。长。长。确实。那现在好像看起来白棋也不太行啊，看这底下得做活呀，不做活这个人家还得跑出来呢。好像是白棋不能做活了，白棋跑出来怎么办？你就不要了吧？啊，得打外面。那怎么办？打吃、不能要了。嗯，黑棋接上。嗯。然后踢掉。踢掉。嗯，很无奈。我得声明一下，虽然说这个杨鼎新他是很擅长发挥后势的人。嗯，但是这是被迫无奈的，这不是他故意主动想要下成这个样子。嗯，我感觉还是被王星浩发力成功了。是的，我觉得王星浩下的挺好的。啊，发力相当的那个好。还是要多给年轻棋手创造机会，下棋的机会啊、哦。对，你看这两天这个年轻棋手都如狼似虎，或者说是就本来可能大家不在大家这个。视野范围之内的，就特别厉害。是。嗯，昨天李轩豪、廖元赫，是吧？廖元赫，嗯，跟王星浩。不过王星浩和廖元赫都是很小，李轩豪是95年的啊，都是这俩都是廖元赫、王星浩都是00后的。嗯。断一个。断。嗯。又发力，还是要发力，这发力好吗？有没有断在这儿？对，断在这儿，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呢？就真的感觉吃这个子，因为这你本来就是你先你一走，你把上面已经吃了，而且也没有断点了。其实你断这个，关键是这步棋不大吗？被人家走去了。对，我觉得这步棋不大吗？这个棋感觉是不是还是得？得把这个地方得走一下，练回来。因为你走一阵冲先手，白的局部一只眼都没有。是的，啊，还是得瞄着白棋。对，我觉得对，还是想瞄着白棋。嗯，这个他是觉得他如果跳一个，他怕人家给他冲断了吗？对，应该是怕冲断。啊，冲断这个，嗯，应该是怕冲断这个。因为他冲断的时候，他不能补在那儿。他如果补在那儿，他当然很开心。嗯嗯、他只能补在这一带。对，这样他打在外面、大概是这个。嗯，然后他打在外面，打在这儿、嗯，就这个图可能他不太开心。嗯，是。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图。嗯、对。但是断这个子儿，我觉得其实不见得大吧。嗯。他断一个，主要是为了补这个冲断。嗯、长。白的就把这个走了，就感觉黑的有点慢。是吧？这步棋确实挺大的，对他这五个子也很有压力啊。目也很大，嗯、这我这都活了。对，把你这些都切下来了。嗯、对。但是对，然后呢？杨鼎新下的是出乎意料的，果然，嗯，贴了一个这个、嗯，这个，这有点意外，他没有跳那个。这不对吧？不能接受是吧？这个为什么是走这儿的？走在这儿干嘛呀？这他觉得这步棋大呗，他的判断这个搬过来价值大。不是你搬过来价值是可能我，但是我肯定黑棋我走这儿了、嗯。你搬过来可能价值是挺大的。这块棋。对，你就是说你这个子儿，如果你要弃子儿，那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个我冲了，我就跟着你搬。嗯，然后你价值大，你搬，那我就打，嗯，我就这跟你尝再尝一个，你这块棋怎么交代？就是你是打算弃了吗？就是你是围了不少，围了十、二十、三十、四十，全算上算你围了五十目，我这吃了，这你大是大，你关键你也不能这么下呀。他真打算弃子啊？不会吧？不能吧？不能这么走啊！这气来是太大了、嗯、他是搬了一下。这我觉得这步棋、这个不能错过吧。我觉得好意外，然后搬完了之后他又飞了一个。嗯、这个贴，那如果他不打算那样的话，那他肯定应该飞下来。我对，我觉得这必然要飞。这就往这儿贴。必然要飞。难道他觉得这步棋不大吗？他觉得这块棋我活了。
没活呀，关键是不是我就最最傻最傻的冲了一肩，你是不是就死了吗？这肯定是不活的，毫无疑问。你就算力能力到两下，这个盐也不够啊。对啊，这我也觉得挺神奇的啊。老黑的肠，你这样你压也没有压到啥东西吗？嗯，关键是白的你刚才飞，黑的会拐吗？拐你就跟着跳也无所谓啊，这里，嗯，就这里我觉得特别无所谓，主要是这里压不压？就你压我跟着你尝一个，我你也无所谓，你拐我跳跟你也感觉也无所谓，就是不太明白这下的，嗯，这步棋太大了，就觉得啊，没有，他这先刺了一下，压的时候先刺了一下黑棋，哦，对，黑棋先刺了一下，嗯，接上，嗯。就是白棋压这个的时候他刺了一下，啊，对，我觉得这步棋太大了，主要是，嗯，是的，这个跳回来巨大，嗯，然后白棋往前跳，嗯，黑棋跳下去了，嗯，这王景浩显然还是看着这块白棋的死活问题，不跳下去，你局部就已经死了，嗯，不是说这个，他这冲先手，管先手双先手，是的，你只有一只眼，嗯，你在跑。你冲这个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冲了双柱？就我就说我这是先手，就是你分段不了我。那倒是。嗯。来看白棋立了一个，这是做眼的意思啊？我看不懂。我能说我看不懂吗？这是就是做活了吗？就是。是要马上做活了吗？还是算是这意思吧？我想想，这白棋难道不应该想这种棋吗？贴一个，那他肯定搬呢。就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就给你搞搞事情啊。哦，这个棋不搞搞事情吗？就这样做活了。嗯。关键如果哪一天你做活，就配棋全都厚了。嗯。我就吃，然后你这样就能活，也感觉很惨，我感觉也很惨，嗯，还是白棋得想想办法呀。这个感觉立下来，嗯，那黑棋是怎么办呢？黑的把这个吃了。哦，他吃这边，嗯，他不硬了，嗯，看你肯不肯再花一手棋做活。对。吃了还是有价值，吃了就是像刚才川上说，这地方你等于先手没了，它厚了，对，嗯，我厚了，对，然后吃完之后，那我这块棋也厚了，嗯，啊，就是这个目数加厚薄，还是很有价值。那显然黑棋的判断就是我把那个吃了，嗯，假如说你肯在这儿补一个，不管你是就算接上吧，啊上嗯，那我就在上面是不是再补一个，把那个角吃干净了？他判断他是觉得他够了，是这意思吗？应该挺够的，我感觉。我也觉得好像黑棋。黑棋，我就在外面走一个。外面走一个也挺大的。嗯，这地方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一二一二十三二十五，能看得见的白的二十五吗？就看这边的潜力如何。就看这边看不见的嘛，嗯，黑的都能看见的话是十二、十五、二十一、二十五、三十五、四十，这块上面感觉二十目应该，嗯，它全盘六十目还是肯定有的。嗯。等于白大十五，黑六十。那你这要乘三十多目，这太困难了。这件事应该是，有点困难。嗯，应该是黑棋明显不错。嗯，那白棋他也不肯就这么花两手棋去吃这两个子，觉得价值太小了，拖了连扳。嗯，如果飞的话，应该能活。啊，哦。但我挡就是你立对特别惨，我尖一个，你就是，嗯，可能就是我明白两眼活，就是就两目棋，嗯，对，就是你这挡住然后爬一个，嗯，然后拐一个，挤一个，虎一个，然后他虎的，啊，你这样倒是可以虎两目，但是太惨了，就是，有点惨，而且在外面太厚了，对，嗯，白的肯定不肯这样走，嗯。白的如果往这边爬呢，感觉是不是担心黑棋就把这个尖住，然后你搬，那比如他往长，嗯，就是你往这连，感觉黑棋就走外边了，嗯，
感觉上有可能，因为他这已经吃了嘛，对，这个是后事啊，都厚了，嗯，白棋可能也不太肯，因为白棋实战等于往里边拖了扳，连扳，嗯，然后断打，接上打一下，打这个啊，打这个一定是。不能随手打在这儿，这个其实很多都会犯，就是你打在这儿会被别人立一下，对，立完之后人家就从这儿打出来了，你这样你可能能团两下，可能能把它吃了，但你不便宜，但你肯定亏多了，但你不便宜、啊，所以一定要打在这边啊，要打这边，然后到别人立的时候就虎在外边，就不要去吃它，是的，啊，嗯。就局部的计算，嗯，你不单单是要计算它的变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判断得失，嗯，啊，就最后这个变化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是不是便宜？被人家打了长顺，你好不容易把脚吃了，然后发现人家外面成了几十目，是你亏到哪儿去都不知道了，真的是。对，嗯，跳下去，这挺狠的，下的。这黑棋是要吃的意思吗？我没觉得他想吃它，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就是、想 是想要收一下。嗯，长啊，他真的要吃它呀？是这意思吗？我没看明白。好像是挡住。是要吃。真的要吃它啊、嗯！哇，这也够狠的。贴。嗯。贴。嗯，黑棋去哪儿走了两下吗？啊，这个地方之前冲了一下，在白棋冲的时候，黑的冲了一个这个。哦，我就奇怪他下什么了，嗯、我就纳闷。嗯。冲了一下这个时候冲的。打将吗？这下的也够有意思，他是这样的时候中冲的，对，但是他不怕人家脱线的，我给你脱线的机会是吧？这不知道是记谱的问题还是什么？这个时候一般是这将可不能随便乱打，你确定这样 这是个将吗？是这时候冲的呀，啊、嗯，你就不怕人家真给你翻出来啊？然后这样的话，他就打算把这个接上。不，他不能接这个，接这个被接上，那他是打算这样是吧？哦，他要全杀你。应该是要全杀。然后你棋掉的话就并掉先。嗯、对，对吧？就这样吧，那就嗯，应该是是这意思是吧？但是也挺奇怪的。这次序，真的看着、嗯、感觉像记错了。感觉像记错了。就是这冲那边是要命的时候。嗯嗯，应该之前就冲过，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冲过了，嗯，估计，嗯，这下是应该老早就冲掉了，嗯、按理说是这样子的，嗯，我奇怪，怎么是这个时候冲的？嗯，是有可能的，传输棋谱的过程中、嗯，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事情，对，嗯、是，因为今天如果说是人工棋谱的话，就今天是八盘棋啊、嗯，那就是需要八个裁判来棋谱。嗯嗯现在的情况应该不能有那么多。嗯，对，是啊，就是说、嗯，如果是全部是人工记谱的话、嗯，是，我知道，就有些地方，嗯，就以前有时，哪里我就不说了，嗯、我就知道那记谱记得完全记不对，啊、嗯，因为他那个记谱的方向，第一手必须要求在右上角，啊、嗯，然后就我们两个人下棋的时候，应该是黑棋的方向是右上角，嗯、等于他是。坐在旁边 的对他坐在旁边是横着的如果要把谱记对就是说从头开始很熟练的那种起码得强五、哦、起码得强五、哦、明白就王老师可能觉得这太轻松了明白但是对他们来说其实这很困难、嗯、如果是只是夜三夜四的话他经常是搞不清楚这个就是他转个方向他搞不清对，因为就是从我的这个方向在。对对对，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就是黑棋是坐在这个方向、啊、是横着的，对，他是坐在这个旁边 的、所以他很容易错，就一开始这个方向搞不清。
对，一开始这样记对了以后，后面就好一点。但是有的可能水平不太行，那他有可能中途会记错。对，我们也不太确定他这个冲是早就冲的，我就觉得这个冲的时候太奇怪，这边是要命的时候，他突然跑去冲了一个。对，除非是读秒打枪，但也不太会，就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读秒正常。是。这每方两个小时的棋，然后是五次一分钟读秒，一点钟开始，按理说是到五点左右，就有一方是必须进入读秒。靠下来。搬一个。这是啥呀？这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就是他如果直接加，那么我粘上你挤一个，我打吃一半死了，是这样。对，我要然后直接要开劫，那可能又没小劫财，然后呢，所以呢，他如果先挤的话呢，就白得把这个提了，然后你加的话，就等于你气紧了嘛，所以呢，他先搬了一个，你挡的时候，然后他加这个，这样你就不能。粘上了，这样你粘上我就回来了。对，啊，我就回来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白的这一走就活了，可是。对啊，那边先把它卖活了。这真的肯吗？这样下。实战就。他就是这么操作的。就这么操作的。接上的时候。他拐了、这个。他是拐在外面的。拐这个。击打，然后他这个。他就放白棋活呗，打算。对。是吧？放白棋活。还挺妙的，好像。他提。然后补一个。补一个，然后后手还得团活。对，还得补。那这样一来的话，他是。是团活。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的吧？是这样的，对。七三，没错。然后黑棋走这个，白棋得团活，白棋活的也够惨的。哇，这个地方王兴浩的计算有点强大了。好像是没有一点破绽。这个他靠的时候，他一加，他一路一扳，然后这一加，对，好像白棋不会动啊，就看起来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手法。对，除非是你这不粘了，直接做活，那你外边就死了。对啊。这下的相当精彩，这一块处理。对，这活了五步棋，白棋活了五步。因为当初其实裘老师说，本来黑棋应该就是想收目的样子。我是没觉得他想杀他的，没觉得想杀。但关键你下成这样，那他不比收目的对啊好太多了？是啊，这个方他也走了，然后这个地方他也走了，你还是个两眼活后手。待会他回头再把这个一爬过去，底下开目。这收目也是个也是个学问，它包的越远，好像还包的越好。对，不是说随便收一下就行了。对，这下的相当精彩。下的好。白的做活。对，现在轮到黑棋，在这儿大飞。这个好像离他这个越近，我怎么看着这块棋也不是也不是很活的样子。也不是很活。白棋黑棋就这样他就破目了，他觉得目就够了。对，是的。现在看上去白棋的确全盘的目数是非常少，这个地方如果将来被吃了，你要做活的话，肯定没什么目了，等于这里有11目 ,15, 16, 18, 20多目棋白棋。有点惨，这个还没吃掉呢。白黑的这一块已经10 12 15 21 30, 已经30多了。45，黑的还是60亩。就等于刚才我们说要发展潜力的地方，现在都没了，都没了，都没了。而且他这个将来这个黑棋还可以长木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小尖一个，这都能长点木出来。这个顶爷好像危险嘞。我也觉得是危险嘞。拐吃。拐打。非常稳。白棋搬粘两下。现在主要黑棋这里也没什么问题，主要它这全都是连着的，你也威胁不到它。就你如果想直接吃两个也不太现实，如果能缠绕可能还好一些。
直接吃两个也不太现实。这首先是分段，这是首先是个问题。对，其次人家这儿还能拆，你这还是个软头。但是刚才陈老师说这儿你还没活呢，说实话，是真没活。人家已经拐打到这儿了，本来你这儿有个饭吃，你还近况好一点。对，现在真没活，真没活。然后白棋虎了一下先，虎了一下，给他踢掉，踢的不老实。现在再贴起来，贴起来，就好歹是看着你这儿的毛病。现在，然后他就挡住，就做活了。就是王相粉觉得，现在我如果都活了的话，控就其实已经够了。对，是的。所以看我如果现在贴起来，那当初这个力就那不早年就有感觉。对，那个时候早年不贴一个对搬。这个时候白棋如果说单纯的收控肯定是不够，不够了，对，他就得想办法这个看看黑棋的毛病，这稍微有点薄，这个大拆二，这个大飞啊。但是将来就是黑棋如果整形的时候，他可以靠，就是这还挺容易的。他不如果不威胁你复活的时候，其实他棋形这一靠好像是对，就已经特别安全了，看起来对，就补助了啊。现在这个棋就是说，他认为就我补助你这个地方是。拿我没什么办法的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胜负处了，就这肯定得动手，不动手这棋就等输了呢。就看怎么动了，就是看看白棋怎么动，靠这个，就看靠哪儿的问题。如果靠这个的话，靠这个，他如果说搬一个是什么呀？我随便摆的，我先声明，这是能行吗？这样。你随便摆的都摆的那么好，是吧？我不知道，我只是随便摆了个。你随便摆的都已经把白棋摆死了，这个确实已经不好出了。就好像就往哪跑，路在哪里？路可能它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能这个。那我就这个。这个。然后，哎，你跑掉了吗？这样。我跑掉了。不是，就是我这个子儿跑掉了。好吧。就是我已经不行了，这个棋我肯定是不行了。这你随便一摆都摆出这个，所以说靠在这儿不行。对，我也觉得不太行。所以呢，就靠这看着边。不太像行的因样为从子。外边分段，黑棋它就是说我这儿不会被你缠绕，那么我这儿简单的做活，空间肯定是够的。对。白棋如果从这边分段肯定是不行，所以只能就是直接的去把黑棋断开。大吃。黑棋就吃了，他觉得够了，他觉得中间给你围住一些是可以接受的。他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白棋冲。他想冲了粘在这儿。这样够吗？黑棋啊。我觉得很，不，我说白棋。白棋应该不够啊。我也觉得不够，这个样子够吗？不太像能够的样子。应该是不太够。他先点了一下，还他在挡之前先点，挡之前先点，对，很细腻。是的，如果你粘上，那么我可能就直接活了，我就不挡这一下了。那实战等于说是你要反击我，那我再挡这一下啊，这个次序太精妙了。我就在看你，如果接上的话，他跳在这儿之类的是什么？他不跳了吧？我感觉他就活了吧，就往这边跳我感觉就行对，他就跳跳活了。这底下就当活棋了，是的，或者他就并直接并回来就活了。可以了。可以，他就留过冲，他就不用连上了。就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非常好，这个次序下得非常巧妙。挡住先上，然后这就咔嚓给你断了。断了，如果白棋接上，给他冲。这是先爬还是先冲？他就是先冲的。先冲。如果把它挡住，这次再拐。拐回来。对。他如果爬呢？如果爬，我就提掉。然后你接上，我就度过。然后你分段我。接住。接住。这只能连上。接住。这儿。我刺一下。接上。然后再这样活。这样的话，目数，白棋如果补这个还是，大概这可能得吃这个，吃这个，然后黑在这边钻一钻，
来这里算白棋十目棋，十五十七，这个这是不是还要被顶进去？对，三十四，全班黑白棋好像点粗粗点下来三十五目棋，不到四十目，反正三十五目左右，这肯定不够了，这样是十六。三十四十三十四十八五十，黑的六十五，黑的六十五。嗯，这个盘面得有十五目的优势了，我感觉。盘面得有十五目的优势，主要白还特别薄。我这见完这刚才包括陈老师说的这个靠串，然后这搬粘先手就黑的都是铁。对啊，都是铁，厚啊、嗯，厚的跟什么似的。然后我这个定还先手，对，就是棋后控的多。这个定还先手，棋后控的多。你简直一点招没有。嗯，这确实不行，这个棋。嗯。然后呢，他就。这个好像是最后一手了。啊，没了是吧？那我这刚才是给大家摆一个示意图，示意图就是、啊、没有、啊啊、这显然是白棋是不行，是输挺多的、嗯、确实输挺多的，是的，嗯，就刚才我们点一下盘面15目应该还富裕、还富裕点，是，嗯，刚才如果说不靠白棋，比如说点一个怎么样，我想看的这个地方不是，他就是这个空间太大了。对，有没有就是能搏一下胜负的地方？你比如说，你走这个啊，我走这个，那我长，你长，然后我就接上。我不行，我再把你断开。对，你把我断开，我就断的还，对，我都不知道往哪断这个。我就拐，我就一个一个下，就是你看我刚才我这边就过来，你不是说你我的生死问题还有，我点大概要接上，对，我跳、有生死问题，你那我得断开，就是说咱俩谁杀谁，咱俩还得掰扯掰扯，还得聊一下，还得谈谈、啊、谈一谈，你到底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的问题，这个棋，而且你这儿也没活呀，嗯，就是白棋实在太薄了，白棋太薄了、啊、太薄了，就是想杀黑棋这两个子的这个。感觉应该还是不容易，这件事情太难了，难度太大，确实、哦、难度太大了。嗯，是的、嗯，感觉这个时候就王星浩肯定还是已经比较好下了。对，就这个确实、啊，就是他就有他只需要一个目的，就把这两个活了。只要活了，控就是说很简单。他活得苦一点也没事，就控也已经明显就是没错，好很多。嗯嗯，这样的话太难了。白棋关键这都露着的，就是。都不厚，嗯，哦，这盘棋我觉得王星浩下的还是挺好的，嗯，相当好呀。我没看到他有什么就有问题的地方都找不出来，而且这个地方下的极度的精彩，我感觉、这搬了一家，然后这一拐完，这计算也很精准，确实，对，下的太好了、对，确实这个看起来好像气势汹汹的要闷住他、要把他吃掉、其实他只是，就让你。我这个外围圈，对，外围圈我包的稍微远一点，对，远一点更好，活得让你更苦一些。对，包括之前这个地方跳了加了一跳，这个棋形都下得非常的出色。对，是的，嗯，但我觉得唯一不足就是他好像就是这个中间这里啊，我感觉下得缓了一些。就白的就顶爷这步压我实在是难以理，就是你不能飞下去，就很难相信这步棋是顶爷下的。对，你不飞下去，这步飞下去我实在是，因为这棋是很明显的大小问题啊。对，可能在顶爷的眼里面，他觉得那边太大了。不，这再大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明显，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大小问题。这因为这边是关系到厚薄、眼位、目数这种的，是太大了，通通都是这步飞太大了。就我觉得从这压开始就。已经被黑棋这个王星浩牢牢控制住局面了、对，其实后面他也没干什么，就是正常的下了，就我觉得这步棋很难理解，还是不是他们就感觉整体这个前面的大高手们这个亚运会太累了，是吧？他说就我看到网上的评论也说、他说这盘棋通盘王信浩都占据优势，嗯，然后反观顶爷这两步棋不可思议，这个这，哎，我真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然后他说这个力也是不可思议，也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这两步棋不可思议，他说，就这个时候觉得很神奇，外边还是有，嗯，就是有缝隙可以去拼一下的，就这个时候去选择另一个，就感觉
不能理解，就是这本来直接刚才我们说踢了这间，就是完全可以拼，我感觉，因为当时黑棋这里都还没有下到嘛，嗯，白棋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就黑棋这块棋，对，它还是有一些薄弱的地方，对啊，对，你自己这块棋，你光想着自己做眼也不是个事儿，你总得先拽着人家，揪着人家一起，这棋友说的这两步棋。这是上面的评论，啊、应该是张学兵吧？是的。哦，这棋友要是都看出来这两步棋不可思议，哦、就那太强了。是，确实，就感觉、主要我还是觉得这步压有点难以想象。这个压确实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吗？这按顶爷的水平来说不应该的。对，我认为是因为就是黑棋拐，白棋就跟着跳。也没事，我不太确定他们现在是不是都是这样一种风格，就是棋好这个好不好的，我先另说，我先把那个木先抢了，像范廷钰那种风格，不知道啊，这个感觉、就是，然后平时快棋练多了，完全不是一个、一个，就是这个飞和这个鸭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一个选择，就是差太多了这两下。那这盘棋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执黑的王星浩是中盘胜了杨鼎新。那么我们烂柯杯进行到第二轮，等级分前五已经全部出局。这会不会这个进到第二轮等级分全十都？估计应该能活两个吧。这有点惨哈、感觉，而且就是他们的对手。都是压制性的胜利，压倒性的胜利。那昨天的那两盘棋也是压倒性，今天这盘棋也是压倒性的，看起来好像。接下去这个冠军谁数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可以竞猜一下，有奖竞猜啊。就是还是说其实年轻时还是很有实力，是的，没错，就给他们一些机会，还是要给多给他们下棋的机会、确实啊、所以我们年轻棋手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其实王星浩这次不就等于是给他的机会吗，就是18岁以下的这个等级分通过这个进入到这个本赛的，其实是的是的、因为我知道他跟我等级分是一样的，就为什么他在下，我没在，就是他就你也应该去下一下，说不定也能爆冷，这也不叫爆冷，不太可能。不，等级分前几十，其实谁赢谁，我觉得都挺正常的，也不奇怪。就是确实给他们机会，他们你看，这其实发挥的非常，都下得很出色。这盘棋通盘就没有给白棋任何机会，没错。虽然说白棋有一些问题手，对，但他即使下对，这棋也不怎么样，好像。对你就是再有问题，你杨鼎新在那坐着，你这个是不是这？好，那这个比赛呢，今天为止是16强，接下来还要接着往下继续，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比赛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